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ffrey。今天是我和 Leo 日本行的最后一天，我们决定在日本东京羽田机场度过。没想到在机场也能够这么好玩。我们在机场旁的购物中心逛街，玩扭蛋机，还吃了美味的鳗鱼饭。最后去了机场顶楼的观景台看飞机。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看羽田机场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吧。Let's go。这是一个很妙的旅馆。里面有恐龙会跟你 check in， 全部都是。然后 check in 完 ，scan 你的护照 ，scan 护照完就付钱，看是要付信用卡还是付现金。See you。拜拜。See you next time。带大家来看看我们昨天晚上 check in 的旅馆 ，Hana Hotel Tokyo Haneda。这里就是饭店的餐厅，自助早餐吧从早上5:30就开始提供。一个人要1760日元。大厅就是排队等机场接驳车的地方，1小时发一班车，早上第一班4:45就发车，一直到早上的10:45最后一班车去机场。从饭店到国际航厦约15分钟就到了。至于晚上呢，第一班车是7点，一直到凌晨1点。车子不大，大约可以坐20人左右，先来的就先上车，坐满为止。这有一些梳子、棉棒，这是刮胡刀，这是洗澡用的，还有一些睡衣都在这里。自己拿，房间里面已经有放浴巾了。进来房间就是简单的2张床，然后靠窗这边有一张小沙发，旁边有冰箱、储水器、保险箱，然后还有提供免费的 WiFi。然后看看浴室，这里就是盥洗的地方，旁边是免治马桶，还蛮不错的。然后右边就是洗澡的地方，有个浴缸可以泡澡。这就是我们那时候出来的地方，你记得吗，Leo？我们从这边出来了，你记得吗？这里是京急线，从这里坐电车可以直接前往品川、龙银座、浅草，所以很方便。从 Arrival 在2楼地方出来直走就可以去。Haneda Airport Garden， 这是一个新盖的 shopping mall， 里面有很多的餐厅，还有卖店。哦，这个要45万呢，哇塞！里面还有小鱼耶，哇，这是28万，还有虾子啊，哇，真的耶，
投得到吗？这么高哎！哇塞，这么高你也投得到？OK， 可以转了。哇，好大一颗哦！哇塞，看一下，这个很好玩哦。这个卖的是这个扭蛋机的这个旋钮，会发出这个旋钮声音的样子哦，好像不错哦。I think it's a cool one。要放进去吗？啊，放你的袋子里。OK， 就是要投这个，又是一个 game。哇，它空了，卖完了，吃了你的300块了。有了有了，它这个机器有防止这个。那这机器有写说有防止这个，如果没有扭蛋的话，你就投进去是不会吃你钱的，可以退钱的，还是怎么样之类的，所以应该有机会可以拿到。所以超级大，这有这种大的，这种有4种吃法的样子，就可以直接吃，然后加一些 condiments， 然后或者是茶泡饭的方式，或者是随便你要怎么吃就怎么吃。大家好像都是点这一种的样子，我们点这种小的分着吃，好像还可以吃别的，好不好？就这样了 ，OK。由于鳗鱼是现烤的关系，所以这个。大概要等15到20分钟才回来。有人已经开始看他的 tablet 了。吃鳗鱼饭配电影，是不是？嗯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啊，多吃点啊。日式烤马鸡，哇，好，这个是纸雕还是什么东西？要300万日币，这卖了不知道什么，鸡蛋糕之类的。哇靠，这个要多少钱？54万，我的妈呀，也太贵了点。再去看下一个，我靠，这个更贵，要82万，又更大缸了啊。这里面有什么动物？虾子不要摸哈。明天机场的顶楼，5楼这里是一个展望台，有一个日本桥的这个展望台，蛮漂亮的，是木头做的样子，好像。然后还有这些画，蛮有意思的，做的很不错。下面是3楼的地方。departure checking 的行李，
这里是羽田四楼，有很多吃的餐厅在这里，各式各样都有，有的排队，很多人，有拉面店，这个拉面店看起来很不错，还要排队，你看，哇，已经排到，哇，排到后面去，这么多人。哇，这一间是纪念品店的 Leo， 好酷哦！看，有卖贴纸，这些都是贴纸，你看到吗？可以赛车也有。可以看飞机耶，太厉害了！羽田的展望台可以看飞机耶，哇，好赞！这里有介绍图哎，我们在这里，你看，这有不同的 gay， 一二一三一四，我们是147，我们在这里的样子好像，所以我们在后面那一边看不到 ，United 大概在那一边，对面那里是国内线的班机，国内线的 terminal， 这边是国际线的 terminal。对啊，我们要进去了，好多人在排队了，我们要进去了，很快。
得枕头设计的还不错，跟传统的飞机上枕头不太一样。再来可以撕开，你就可以围在脖子上睡觉，还蛮方便。If you enjoyed this video, don't forget to give it a thumbs up and hit the subscribe button for more content like this. Thanks for watching. I will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.